你真的不和我一起走？你和我一起，或许能够成就一番真正属于女子的霸业。我相信，无论少君与我身在何方，都能够成就属于女子的霸业。所以，不如暂分两路，以七顶端相见。魔界至宝其实是双珠，一为魔珠，一为灵珠。几百年前恰逢魔界动荡，守护魔界的双珠随老魔君的双生子出世，他们亦是双生子原身的一部分。为了维护魔界安稳，老魔君将魔珠从幼子的元神中取出，镇于魔界祭坛之下，因此幼子元神羸弱，疾病缠身，而另一颗灵珠则一直存在于长子的元神之中。